今天呢，是慈济54岁的生日啦。感恩的科技发达，可以呢，能从线而上云端变成了面啦，可以师徒啊，彼此呢互相祝福。今天呢，可以听到慈济呢在国际间呢这一波呢安住了穷困人的生活。回首想一想，都是做的呢，真的很困难中，很困难中，走出来的路。各位菩萨，50多年前的今天，一直到现在呢，多少人的这个翻转人心啊，这么多的国家，这么多的菩萨，无私大爱的付出，我想真的对人间真有帮助。感恩菩萨们，慈济人的所行的菩萨道，非常的感恩。感恩菩萨用心用爱呢，再接再厉，再铺路，安住于穷困人的心啊。但愿呢，同样的爱呢，用虔诚的心上达诸佛菩萨听。